所以我们要去买，对不对？来看一下装备里面进行装备，但伙伴们能装备的道具是有限的。角色是否能装备该道具，将会记载于道具详情的第二页。安安哦，晚安。这是练剑，这是苏菲的炼金工坊，是 PS4 的游戏。有帅哥！頑張れよ。广场，广场，这个是教堂吧？广场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好，晚安，要睡先睡，就先睡吧。あら、ソフィーとモニカじゃないか。これからお出かけかい？玛格丽特，我有胸部大大的，而且他为什么要把一朵花放在他的两个胸部的正中间呢、啊？为什么？あ、マルグリットさん、はい、これからソフィーの採取を手伝いに。ソフィー？ねえ、ソフィー。糟糕，我觉得我们的女主角是个吃货，怎么跟我一样啊？好，晚安喽，晚安。ソフィーはうちの野菜に夢中みたいだね。ソフィー？あ、うん。そうそう。これから最初に行くところなんです。そうかい、そうかい。気をつけて行ってくる。はい。お気遣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糟糕了，我发现除了女主角以外，其他都胸部好大哦。女主角是平胸哎，那是平乳哎，怎么办？うちのバカ息子はどこをほっつけ歩いてるのかね。安安の、安安。もし見かけたら、私が探してたって言っておいておくれよ。吓我一跳。我们不想开视讯啊？为什么要开视讯？你不把门关起来啊？哎。干嘛？你要看我实况？可是这样你听不到音乐。不用。不用吗？来，我把它大声点。玛格丽特。咦？等下我听不到音乐。是吧？わかりました。見かけたら言っておきます。是，还有儿子哎，大胸部有一个儿子。それではマルグリットさん。失礼いたします。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也才刚玩而已啊。他说他有个奶奶，他有个奶奶，然后他奶奶不见，他奶奶就是去。那你奶奶为什么要去摸胸部？他奶奶过世了，然后他想要继承他奶奶的遗址，就是成为一个人人称羡、可以找他帮忙的一个炼金术士。可是他现在就很嫩，嫩到就是连那个连一本很聪明的、很神奇的书都说他是笨蛋。然后他就是一个大吃货，啊，それじゃね。然后游戏里面除了他以外，其他都大胸部，只有他一个人是胸部很小。红色头发。对。哎，怎么一看就知道他是红色？红色头发是主角。因为胸部很小。哦哟。我看背影就知道胸部很小。怎么会知道？因为男生就看背影就知道那个人胸部大不大。哎呦，很厉害哦，按 R。哦 RL， 我真还不太会操纵 PS4。因为会驼背通常都胸部。驼背，原来是这样子哦、喔。嗯，钟表店，这个不能出去、欸，奇怪，为什么这个时候大家都不在啊？你胸部太小，我胸部太小。所以这债有负债吗？这债目前是没负债，而且我刚才赚了200块，所以我现在总债才有400块。还要开店吗？不用开店啊，他现在就是要去外面采集，可是我找不到路出去。不用开店了。为什么新开店还叫炼金术士？没有，他连炼金术士说你要去学，可是他现在就是要出门采材料。嗯、你看这边有一个胸部很大的，高尼，而且他连那个，你看，啊，差不多跟女主角胸部差不多。你要看他聊天室。
然后我在看聊天室啊，他说为什么你一进来感觉就变色色的？字好小，很小，我又很大了耶。待不要吼我，不过你不要吼我，那么要去神经病了。啊，他出去了，他走了。我要去这里，除灵鸟啊，愁灵鸟。街の外に出るのすごい久しぶりな気がするよ。わあ、空気真新鲜。ソフィー、気をつけなきゃダメよ。いつ魔物が出てもおかしくないから。モリカの胸部真的很大耶，大到他连吹一个拳头，他的胸部都会抖。わかってる。で、あれ？有人耶。哦，斯卡。奥斯卡，奥斯卡怎么感觉怪？他都那个算是呆毛吗？应该不是呆毛吧？ソフィーとモニカじゃないか。こんなところでどうしたんだ？ちょっと錬金術の素材を集めにね。奥斯卡怎么像国王？オイラは植物の観察に来たのさ。ここの植物はなかなか面白い話を聞かせてくれるよ。オスカー、あなたまた植物と話をしてたとか言い出すんじゃないでしょうね。その通りだけど、何かおかしいか。オスカー、其实是老皮。逆にオイラにとっては話ができない方が不思議だよ。ま、オスカーは昔からこんな調子だものね。今さらどうこう言うつもりはないわ。あ、姑且就叫他老皮好了。奥斯卡就是老皮。不要 host 我，不要 host 我，八七。なんかトゲのある言い方だな。あ、そうだ。マルガットさんがオスカーのこと探してる。他是玛格丽特的儿子。啊，我以为玛格丽特阿姨的儿子会很帅耶。やばい、配達の仕事忘れてた。このままじゃ母ちゃんに叱られる。自業自得ね。諦めなさい、オスカー。ん？なんだ今の音。原来奥斯卡老婆不是老婆，奥斯卡的儿子。哎，是史莱姆，好可爱。看起来人畜无害。托尼。托尼。ソフィー下がって。オスカー。不要再吹你的胸啦。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れよ。まだ声音很帅。来るわよ。好，完了，要确认，我看一下战斗说明好了。回合为单位，敌方行动将被预先决定，之后可开始决定我方的行动。哦，好，差不多，这 OK， 这是那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啊。L1 可以切换姿势，还有什么姿势啊？选择防御姿势后，哦，什么啊？各资源行动会在连锁串联，累积至100%，什么意思啊？哇，好复杂哦，脑容量只有120MB。记不起来太多东西了，救命啊！参考敌方行动太多了啦，战斗可不可以简易化？少し楽ができそうね。攻击吗？攻击好了。攻击啊！有没有道具攻击？一般攻击不行。我们连在一起了，怎么玩呐、啊？哦，三回合哎！呀，咚！よし，植物観察に戻らないと。我都没打到，让我打一下了，但我没办法升级呀、啊。什么？我获得一个奖杯，那个扑嫩扑嫩的家伙。二人とも怪我はないみたいね。あ、なんとかね。
でも。ねえ、オスカ。招募了，招募了，招募伙伴。今みたいにまた魔物が出たとき、一人じゃ。啊，link累积满会自己发动，不用管他哦。OK OK。三个大人在欺负史莱姆，真的耶。そうみたいな。じゃあオイラも一緒に行くよ。よし、そうと決まったらパパッと採取済ませちゃおう。え、いやそこまでするとは言ってない。哎呀，你就帮忙一下嘛。ここであったこと、マルグリットさんに黙っといてあげるからね。わかった。啊，经验只是平均，不是没打到就没有办法吗？因为我被他 host 啊。靠近之后按下圈圈，它可以采集。然后哦，魔物栖息地接触之后，只要挥击手上击打中敌人，就这个哦，按下 OK 没问题，拿到了两个魔法草。たくさん取っちゃうよ。よし。MP， 我刚才采到一点点而已，我才采两个魔法草，你就跟我说采够了，你为什么？你有三个人，你为什么不采多一点呢、啊？你到时候出去又遇到魔兽，你可不可以好好运用一下、啊？女主角是笨蛋是不是？哎，コキ捕まれた。どうするの、ソフィー？もう少し調べて。对啊，对对对，莫妮卡，莫妮卡真的是啊，真是知友啊，知识友。哎，やめて。啊啊！老皮不要这样子，老皮，老皮，多帮点忙嘛！不要这样子，你什么都忙，你才走那几步路而已，不到五十步就说很累。それに、あまり長いするとやばい魔物が出てくるかもしれないぜ。確かにオスカーの言う通りかも。それじゃあ、そろそろ帰りましょうか。不要啊！我发现我的朋友都是笨蛋。そう。じゃあお言葉に甘えようかしら。ね、オスカ。あ、だけどちょっとだけ休ませてくれ。看看喏。哎。有啦，有帅哥，帅哥应该在后面吧？不要剧透我，拜托，真的不要剧透我。我想好好玩这款游戏，千万不要剧透我，拜托。LP 减少后能力值也会下降，要避免在低 LP 的状态下。与相同的地图持续探索便会增加次数，越多越能踩到哦，敌人会变得越强哦。随着时间与天气的变化，魔物也会变化。爪や川にもちゃんと使い道はあるのかな？没有其他东西可以采集了吗？去前面看一下好了。它这个还蛮方便的是，它会告诉你哪里有采集的东西，比如说它会亮红点啊什么之类。像这个张地图，它已经没有东西可以采了。次はどこに行くの？我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了耶，我只有这里可以去耶。啊，好吧。没什么事，你先过来一下吧。还是哎、欸，他没有说要面谈了耶。我来，我说让你过来。